卫视。这个日本天皇他就不是人，他是神。日本的皇室里面，你要说离婚的是不可以想象，不能想象的。OK， 等着当这个英国国王，等了多少年，头都等秃了，还没轮到他当。再也没有皇室这种概念了，就是已经废除了，变成共和国。他的敌人就是那些别的，对对对 对，不是我老公。像戴安娜一进去，他期待就是一夫一妻。要嫁给强盗的话，七十年代就成为寡妇了。但也有人说，你嫁给他的话，三短一句夫就不会自杀了。鸭子跟以前的皇太子，就是现在的那个德仁天皇、令和天皇啊，他们俩谈恋爱的时候，那时候我一直在日本生活，就那是90年代初。我在旁边看着他没拍、他是皇太子，当时追了他6年，当时很多日本的很多杂志啊、八卦新闻那些狗仔队啊，拼命抓拍啊这个那个的。当时这点还把宫内厅给惹恼了。其实日本当时宫内厅也下来，据说是。也不成文下一些文件，你们就不要追这个事情了。后来媒体稍微平静了一下，后来平静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俩就成了，就成婚了。那成婚，那嫁入皇室以后，但鸭子本身她是一个很有才华一个女的，是一直在外务省里面做翻译，哈佛毕业学经济的，而且长得又漂亮，各方面的本来是要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外交官的，她的志向是。当时嫁入皇室，她一直她自己都觉得很不幸福，一直她嫁个26年了嘛，就是有12年基本上是有点抑郁，生这个爱子下来也是实际上挺辛苦的。生完以后就当然她是个女，毕竟生个女孩嘛，那么肯定希望生个男孩嘛，嫡系，她就她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后来这个任务就她弟弟呢，她这个皇太子的弟弟，一直生了两个都是女的以后。本来他可以马上再生一个男孩，文人嘛，他一直他因为他考虑他哥哥的事，他一直都没要，等他这个牙齿确定生不出来不要了以后，那他才生了第三个。日本人结果他还挺争气，生孩子对对都退让了，对对对，挺争气，他挺争气，生了一个男孩。OK， 就现在的叫幽人嘛，他那个皇太子的女儿叫爱子的，很聪明的，日本人挺喜欢他，很有人气，但毕竟是个女的，她不能继承皇位。要这样的话，那必须要修改宪法。对，所以日本有个叫女公家的一个，也它有个法律的，就是女孩子不能够。那时候差点修改，我还看过那个新闻，就是那是小泉的时候，因为一直没有男的王子出生吧。那日本的宪法又规定是必须是女孩子，那个叫皇家典范规定必须是这个女孩子来男孩子来继位嘛。所以那时候小泉呢就搞了一个提案到议会准备去讨论的。电视新闻都放出来，就是现在还经常回放这一段，就是小泉站在上面刚准备提案的时候，这个时候后面拿上来一张纸条，上面告诉他，现在那个就是人文的老婆，哦，文人太子的老婆，文人皇子的老婆，应该叫亲王吧，怀孕了。如果她怀孕的话，生的是儿子的话，那就有可能就是继承王位，所以小泉就把这个提案就撤回来了。但是这样一段，这个还是跟英国皇室有一点不一样了哈。英国皇室是没有男的情况下，那就是下一位是女的也行。亚洲，但是现在现在这个还在国民里面，他们那种民意调查各种议论呢还在继续，这个事并没有完。要想讲雅子为什么是有这种结局的话，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要了解一下这个日本的王室到底是什么样。开始对日本王室感兴趣是2016年，我记得那时候明仁天皇闹着要退位，按照现有的法律是不行的，你要修改法律才能退位的。我说这哥们也挺神的，但天皇多好的职业啊，都是很抢着当皇帝，表面上是很厉害的，你看查尔斯王子，查尔斯王子等着当这个英国国王啊，等了多少年，头都等秃了，还没轮到他当。我说，哎，这怎么回事？我说，先了解一下，我去了解一下。哎呦，这个日本这个王室啊，他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就是光鲜。他怎么讲呢？就是我了解之后，我发现，哎呦，这个日本天皇他就不是人，他是神，就是日本社会、日本政府给日本天皇的定位。他就是日照大神的后裔，是日本人的精神支柱的支撑，你知道吧？所以他就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这哥们儿。
所以你看，仔细看一下，他其实他起码的公民权都没有，连护照都没有，不能随便出去。他没有名字的哈，连姓都没有，对对对对，有名字没姓。有名字是吧？这全部是公民权，是号来的。他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有私有财产，他的东西都不属于他的。对，而且呢，发话也都是别人写的，对吧？你说什么话不能随便说的。所以特别是连吃什么东西啊，他都没有权利。日本有个这个宫内厅啊，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通过一个宫内厅这样一个机构，听起来是管理王室的这个管理机构啊。还有一部法律叫《皇家典范》，典范一个法律一个机构就把这个皇室啊，就是牢牢的控制起来了啊。我就感觉这个天皇仿佛是一个职业，就是说需要这样一个人来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就像一个象征嘛，就是能够走动的神像。这个神像你必须永远微笑，但是不能乱说话。你说这神像有？那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的皇室，他也有那种很多的规定了，很多的束缚他的地方了。但是呢，换来的也有一定的一个权利，是吧？一定的一个，他有一定的权利。对对 对, 对，这个好像是没有。这个英国王室啊，这个日本王室太没权利了，所以悲剧就悲剧在这里。你没有权利掌握自己，连自己吃什么都掌握不了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保护你的王妃了。所以这个雅子进来之前，其实。日本社会很多都知道这个王室的生活现状的，就讲这个德仁太子啊，之前他追过一个美女议员唱歌的啊，一个演员，这演员就不要跟他结婚啊，就不接受他的这个追求啊。这个演员最近现在老了，最近为了挣钱还出了一个写真集，就是叫好像他的广告词就是皇太子当年喜欢的女人，你知道吗？那时候。然后后来才追求雅子，雅子一开始也是不接受的，就跑到英国去留学，就躲他嘛。后来可能各方面的压力吧，估计他这婚姻。但是我就看报道，好像是皇室还是英国日本政府有说服这个当时的雅子说，哎，你看你在外交界这么有才华，这么有这个上进心哈，你做了这个王妃之后哈，你可以在外交界更有建树，代表我们国家跟。进行很多外交活动，可能这也是打动他的原因之一。但是他进入皇家之后，忽然发现根本不是，其实他的职责就是两个，第一个生孩子，传宗接代，为日本神像传宗接代，第二个就是什么微笑，永远保持微笑。有的场合你说话他都不能随便说的，有人把稿子给你写好的、我记得有几个场合他好像说话比这个多了几秒，皇太子多了几秒就被马上就被批说了，对对对对对对，他有规定的。我这里还有这个有个爆个料也好，说八卦一下也好，他那个其实那个雅子她的经历跟现在的皇太后美智子其实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他们相当然有个相似的，他们都是民间女子了，加入皇室了，演绎了一个灰姑娘的这么一个故事，对吧？对，美智子当年也是她大概跟雅子不一样，雅子出生于外交官的家庭，美智子呢她是个富商，日清食品。我们现在吃的那个日清拉面，方便面啊，对，日清食品是 number one 吧，在全世界都算 number one 的做方便面啊，就这么一个家庭，据说还有天皇以前还有什么持有他的股份的怎么样，还有这种说法。他权力相当大的，对，然后就是财力相当大。美智子年轻非常漂亮啊，那是倾国倾城的，那说倾国一定真的，你看他年轻时候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当时呢，还有谁跟他拍过拖？有一个人，日本的著名以前的文学家三岛由纪夫。山岛由纪夫，他们两个人拍过拖，他们吃过饭呢，去看过歌舞伎。OK， 看过歌舞伎。后来，当然，其实他们两个人还是当时，那还没认识现在的这个明仁天皇的时候，两个人还是互有好感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估计可能家庭啊，可能因为他是作家嘛，作家，而且他是富商的女儿，的话可能考虑到要稳定啊，怎么作家的话，因为山岛由纪夫比较疯狂的一个人，所以他可能是他们家庭可能不同意他这个婚事，后来当时没有成。上岛由纪夫，当然我们现在回过来一想，当时她没嫁给上岛由纪夫真的好，要嫁给上岛由纪夫的话，七十年代就成为寡妇了。但也有人说，你嫁给他的话，上岛由纪夫就不会自杀了。这东西当然现在也是大家也是开玩笑这么说的啊。同样，因为她嫁过去，美智子嫁到皇室的时候，她也有段时间产生失语症。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因为她那美智子的话，因为她上面还有婆婆，对她指的良子的，她那个是贵族出身的，对她指手画脚，一定要遵守这个清规戒律很多的，她受不了了，她说她有一段时间得了失语症，话讲不出来啊，也挺惨的。后来当她真正后来登基了，当皇后以后，她的开始人就会好了很多。
同样在雅子的话，我看了他最近，他不是也在日本也出来了嘛，最近露面也比较多了嘛。嗯，看他现在的感觉也是他的整个的气色、啊、比以前好很多。对，找出了那个感觉、啊嗯。他一当了皇后以后，就可能会好很多。因为外形及教育背景，媒体把雅子比喻为东方戴安娜。雅子、戴安娜等类似的王室女性在地球上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她们极端的身份特征折射出女性怎样的典型命运呢？欢迎继续收看。在之前呢，我对戴安娜的了解就是基本上从新闻上，然后一些比较碎片化的信息。对对 对， 对。然后就是因为英国王室和戴安娜各说各话，我总觉得因为每两个人都是有绯闻嘛，真的是两端的感觉。 对， 对，查尔斯绯闻、戴安娜有绯闻，关键戴安娜绯闻有她的侍卫和最后和她一起就是去世的那位埃及的富二代吧、对，那是一个也是一个穆斯林，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一个王妃跟一个穆斯林的人在一块儿，并且怀有孩子的话那是对英国人民的感情对很多保守的英国人来说是非常不能接受的，所以到底谁是谁非根本没有一个这个定论。其实很多人就传说他们家比较穷幼儿园老师，其实幼儿园老师人家是闹着玩的，他们家真的相当有钱，而且是非常资深的一个老贵族，跟王室关系非常好的，就是他们这个贵族圈子才能玩到一块嘛，可以说是符合王室的这个要求。 对， 对吧，符合王室的要求，而且他很年轻，那时候20岁嘛，就是一个非常简单清澈的小姑娘。对，有一个梦想的，他的梦很简单，就是这种童话故事一个白马王子，有恨不得有个水晶鞋或者什么东西的等他嫁入王室的时候，他的人生啊，他的生活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姑娘，怀着梦想遇见了王子，蹦出爱情的火花，马上就结婚，结婚完生了俩王子之后，巫婆来了，那卡米拉来了，你知道吗？然后从此过上了，还有她的老公发现也不是特别爱他，从此过上了郁郁寡欢的日子。所以跟他的这个意愿啊完全是相反的。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人生哲理，就是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就是这个戴安娜的这个故事。可以。所以我看完这个基本上就是感觉我对戴安娜这个感受啊特别特别的好。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真是一个非常清纯透彻的小姑娘。她跟这个雅子不一样。雅子呢还是就是一个非常有职业，对，这个职业女性的这种职业上进心的人。戴安娜就完全不一样，就是那种我做到完时候我就去追求爱情，贤妻良母。其实她是要是戴安娜如果嫁到日本王室，结局会非常完美，她一来就生俩儿子，你知道吧，然后呢老公那个又特别爱她，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嫁错皇室了，问题是也是嫁错皇室，他文化背景也不一样。其实我们国家以前的王室，你人进去之后，他也逗啊，他是什么呢？他制度不一样。中国是一夫多妻，是一个老婆可以娶那么多老婆，一个皇帝可以娶那么多老婆，所以你这个女人嫁进去之前，你的期待值啊，他不一样的。也会有宫廷剧这些博客，宫廷剧，但是我知道我的敌人就是那些别的女，对，不是我老公。像戴安娜一进去，她期待就是一夫一妻。进去之后发现老公还有别的，但是她老公觉得，其实查尔斯娶她，完全是什么呢？就是，她是一个处女，而且家世很好，我就是要你来帮我们皇家传宗接代其实他没有爱情的，就你来传宗接代，另外你做我们母仪天下的一个偶像。我觉得他可能，我上次不看以前另外一个什么资料片，好像他对查尔斯以前盯得很紧，好像不太允许查尔斯做这样的事儿，但在皇室里面这种事情又是可以半公开的，这些半公开的，所以他盯得紧的话，可能这方面在查尔斯本身他又喜欢看哲学书戴安娜又不喜欢这些东西，这样我喜欢比较那种爱好比较娱乐那种 entertainment 的这些东西，比较喜欢跟明星交际喜欢这种事，所以他们两个人真的是喜欢出风头嘛。按我们中国人那个90%的离婚的理由，没有共同语言，那是性格不合。性格不合，就是其实他们俩真的是性格不合。应该这样。但除了一些外部原因之外，性格真的是也不合。那我们看着，我们就抛开这个性格不合了。其实呢，有很多就是你是在这么一个就是公众人物的这个情况了然后你就有可能还会
尽量维持这个关系，维持这个皇室的形象等等等等哈。那么我们看雅子，她也是经过了抑郁啊，经过了很不开心的很多的事情了，但是也坚持没有离婚，没有放弃，然后呢，现在好像就是有所好转。那么我们对比一下，这个戴安娜她就是受不了哈，就是要离开，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日本的皇室它是模仿一个英国的皇室来设计的啊，他们的战后，他们这整个的制度，战后的明治。就明治那会儿，就模仿这个英国的，但是他们有里面有国家神道的这个东西在里面，还有东方的很多。在日本的皇室里面，你要说离婚，那是不可以想象，不能想象的。OK， 绝对不允许你离的，不可能你没见过有谁离就离婚的这种，所以这点是东方的这种所谓的一种，他是皇室嘛，封建是必然的。就张老师讲的，这个就到点子上了。为什么戴安娜敢跑？这个雅子不敢离开王室，就是这个原因。那我觉得戴安娜，你看戴安娜，她其实她的主要的要抗争的对象是英国王室，从老公包括她的婆婆，整个英国王室站在她对立面，但是英国老百姓是站在戴安娜的一边。对，最重要是这一点，民间对她离开王室之后，所有的老百姓都站在她这一边的，不能说所有啊，90%以上。对，但雅子又不一样，就刚才像张老师讲的，她的任务。在日本人心中，她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皇妃，她最重要的就是承担了日本国民这种神的这种形象啊，然后传宗接代。你如果跑掉的话，那在对日本社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日本老百姓都不能原谅她。所以如果她离开皇宫，日本老百姓不会站在她一边。她带来就是雅子，包括这个日本天皇带来生子的压力啊，不仅是来自家庭啊，不仅来自婆婆，更多来自日本的政府、日本的社会、日本的民间，所以这就是不同。OK， 所以他日本的皇室更具有东方的所谓东方特色的。但你拿日本皇室跟泰国比的，显然泰国他又好像很放得开，可以娶好多个老婆。对吧？现在那个新的那个太皇刚刚才搞了奠基。一个登基仪式嘛，好像是。那我们说的是东西方之间呢、啊，其实还有一个中间，就是中东地区哈、啊，也有很多的这个皇室，然后呢，其中一个就卡塔尔皇室啊、那边的那个有个莫扎王后，大家应该有了解哈。中东地区啊，地位特别低的女性啊，可能就是被她爸或者被她老公养在家里的这种感觉哈。她是这个头巾很经常不戴，然后呢，你经常看到她的就是。头发是出来了，然后就是相对先进的一个形象，然后呢他也是有一些自己的企业，还有的就是慈善或者是这种公益的组织也是他带头的，所以呢就是说他对这个社会的贡献特别大，他掌握的这个权力也不小。你们怎么看这么一个背景能出现莫扎王后的这么一个人呢？而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就是在那么一个女性不受到重视的社会，对一位女性能够拥有这么高的地位和这么巨大的成功，你要讲我要讲这些比较高端这个圈子高端权力圈的这些女人想要成功，她有几个条件，如果有的话那就相当棒。首先你必须漂亮 ，OK。然后你就自身条件漂亮，第一步是打动男人，不仅仅漂亮，但要打动男人， okay. 而且要相当有才华。OK， 好，就是你比如这位莫扎王妃啊，她非常有才华，做生意啊，特别是做生意啊，特别厉害，所以她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后来都是靠她的一些思路，靠她创建的公司来发展起来的。OK， 本身的条件，第二个就是爱情，就是说这个。皇帝或者国王是不是真正的喜欢他？哎呦，这个叫什么呢？他的这个老公啊，是卡塔尔的国王嘛？对，喜欢他的不得了。尽管有别的老婆，娶了别的老婆，还是喜欢他。大老婆的孩子应该是继承王位的，结果王储的位置给他的这个莫扎的孩子啊。然后呢，所以他有爱情了。还有一个条件也很重要，就是说她的老公有权利啊，有权有势啊，有权有势才能帮你，又喜欢你才能帮你实现梦想，是不是？这三个条件听起来都一般，但是你说一个女人拥有一个两个条件是很能办到的，真的一个女人如果把这三个条件全部拥有，这个女人就是凤凰麟角，太完美了，太完美了，真的太完美。你看戴安娜漂亮，但是她在职业上也没有那么
高的天赋啊，对，然后老公又不爱他，这个所以注定是一个悲剧。嗯、那讲到这个雅子，雅子她很漂亮，自身条件很好，职业上也很有能力。嗯，然后呢，她老公也非常爱她，爱情也有了，两个条件有了，第三个条件她老公没缺没势啊，没什么帮不了她，在那里自己还受气，自己都照不过来自己。不是她老公没权，是整个皇室没权，整个皇室都没有，所以又是一个家错地方的人了，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你说怎么能让成就她呢？只是一个象征啊，是。所以这三个条件，你要讲到这个莫扎，让我想到中国历史上一个女皇武则天。嗯，真的很像，你看两个条件都特别像，武则天当时也特别漂亮，所以那唐高宗。原来是他老爹的老婆，后来老爹死了出家当尼姑，从尼姑庵里面把他揪出来做自己老婆，哎呦爱他爱得不得了，又漂亮，武则天又特别有能力，然后又有爱情，嗯，老公又是皇帝，所以他不但女皇的不行，所以他们俩你可以比一下，就武则天和莫扎俩。皇室是封建时代的产物，许多人为了争夺皇位拼得头破血流，可见皇帝宝座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现在皇室大多都没有什么实权，仅于象征的意味。既然是象征，那保留皇室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欢迎继续收看。除了那个皇室，它其实在对很多国家讲，它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载体来的，它是基本上一个皇室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嗯，你甚至可以这么说啊，剩下那些的野史了，但是皇室确实是代表整个国家的整个文化的传承啊，跟那个他不会尽量让他不要断流啊，就这种有些现在的皇室里面有些是很有权利，像沙特就很有权利，嗯，但是像泰国这个呢，你说他有权利，他有时候没有，相对来说他是有些大是大非的时候需要决定整个国家为了未来走向的时候，他有时国民需要他做一个终结也一个终极的一个裁断的时候，对，他就有权利，他是个拍桌子的一个权利。那平常的这种啊运营国家的、泰国三个实力嘛，一个国王，还有一个这个军队，还有一个民选政府、嗯、其实他是三个实力一直在较劲哈，有一定平衡的，但是我觉得形成了很好的权力，不但军力、当军队跟那个、跟他内阁之间产生矛盾，要把他推翻搞政变，需要一个中裁，最后就皇帝来裁决嘛，到底是这个怎么安排、但沙特还是不一样了，沙特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太子啊等等都是参政啊，都是各方面的这个领导，他们这些都政教合一的嘛，嗯，对，日本是政教分开的脱离的嘛，他、okay, 这个是写进宪法里面的，嗯，所以拥有绝对权力的这几个国家基本上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对，主要是穆斯林国家、海湾那一带的嘛，所以这个皇室的存在我觉得还有一个功能，它对整个国家的管制成本会降低，你表面上好像你用财政支付很大一笔钱养这帮人一样，但实际上他对这个整个老百姓的这个我们按照现在流行叫维稳的一个作用啊，对，这个维稳作用很重要，他是精神上的这种维稳作用，他起了很一个莫大一个作用，这个还是真的有用、你换成在日本吧，你看日本大地震以后对吧，嗯，在这些灾民里面，在海边那些一些失去家园那些人在住在那个学校的体育馆里面，你说这安倍还是日本首相去安慰他们呢，他们理都不理的，在天皇去的啊，他们就得到很大的一个欣慰，得到一个很大一个安慰，这一点你能看得出他的这个皇室起到一个作用了。对，虽然说他没有权利，他有这个功能，很强大功能在这里。对，这个政治成本是很低，你算账跟特朗普差不多。西方人就很多人，他们就是北欧啊，像荷比卢啊，包括斯堪的拉维亚那三个国家，都是有这王室的嘛。我觉得这个象征对一个国家的存在和这个民族关键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啊，它有时候起到这个打鸡血的作用，真的很管用。你说二战时候英国王室起到很大的作用，出来鼓舞人心的。对对对，没错。包括当时1940年希特勒占领丹麦的时候，丹麦国王没有跑，而且呢他拍了一部电影，他拍一部分电影，而且经常骑着高头大马出来，就是在首都巡视，宣示主权，就是老百姓受到极大鼓舞，我们丹麦永远是存在的。对，这个时候他们就管用了啊。有部电影就是讲这个丹麦王国的，当时那个对。然后现在的国王就是那时候。希特勒占领他们之后一个月才出生嘛，那我们看很多的就是也是在这个殖民时代的这个我们上一任的泰国国王也是非常的厉害了，他也是玩政治也是玩得挺好的，就是就拉帮结派或者是就是这边和那边去吵了，我就不要找我们了，他是保留着泰国是唯一在东南亚没有被侵犯没有被殖民的地方哈，他所以呢就是保留是有道理的，老百姓都很爱的，
啊、你比如有的国家，你看挪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例子，就1905年挪威从这个瑞典独立出来之后，他没有，他想搞一个，也想搞个元首，到底是总统还是什么，后来他们决定是搞国王，结果自己没有王室怎么办，从那个叫什么的丹麦挖了一个王子过来，借来的，借一个王子过来，你有个做国王吧。其实他这就是现代社会进入工业革命之后哈。这个资产阶级和这个封建势力啊，它两个是对立的，经过一番斗争之后，就是说君主已经没有权力，就是没有，如果君主继续掌权的话，就是阻碍社会的发展，所以到最后就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的架构，就是一个元首加总理首相的制度。 OK，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塔尖啊，就是像你讲塔尖，它永远存在，权力的一个均衡，达到了一个社会权力的平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管你叫什么名字也好，他这个国王，你这些国王，就像欧洲很多这些国王，亲民的不得了，出来穿个牛仔裤，有的国王家里也不住皇宫里面，就等于是他的职业就是国王啊。他退休了，他没准他不是国王了，就开着车到王宫上班，上班还再开着车就回家。他就起这个国王就起到一个这个塔尖的作用。但是呢，有很多地方也是废除了。像我们看这个中国进入这个现代的这个中国了，就是放弃了这个最后的是溥仪哈，对呀、啊，就是把就是以他为终结的哈，就是被冯玉祥赶出去了，对，再也没有皇室这种概念了，就是已经废除了，变成共和国。那中国为什么会走这个路线呢？社会遇见失败的时候，遇见困难的时候，所有的众矢之的就是那个掌权的人，他不掌权，那我干嘛把他赶下来？所以权力有风险，就是说，坏事不见得是好事啊，就可以变成好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不掌权，他反而保留下来了。那中国不一样，中国清朝啊，那同样是清朝啊，就是19世纪中的话，日本当时明治维新前，日本非常落后，受列强的侵略，很多这个不平等条约，老百姓这个是就是民族情绪、社会矛盾全都来了，结果这个幕府。掌权的幕府被推翻了，那中国是清朝，清朝一直掌权，掌到最后实在撑不下去了，才想起来，说是我们要搞这个君主立宪，其实老百姓不买账了。如果慈禧，我想是后来其实清朝慢慢最后想搞君主立宪，但是老百姓不给他这个时间了，慈禧太后如果死得早的话，没准中国早就搞君主立宪了，可能我们现在还有个国王，或者我们现在有个皇帝，知道，还一堆公主什么的，你认为呢？慈禧她是早是有这么一个想法的，没搞成啊，她慈禧从心里上她不愿放弃权势，我告诉你，大家想搞是想等慈禧走了之后再搞，当时她看到日本成功，看到日本成功，她是有点想的。好，那我们今天我感觉我讲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历史课哈，我们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就是张老师过去的很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这些女性哈，就现在故事都出来了，还挺好的。我认识了你雅子啊。对，张老师认识雅子的同学的邻居的。对，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周一颗耀眼的